是欧妹，今天非常热，差不多有30度了，短袖都穿上了。今天就来整这一块牛腩吃。再洗几个西红柿和一根黄瓜。天气热，今天就来这个番茄牛腩，吃点酸辣的。先切几个胡萝卜，再把牛腩切一下，拿去焯水。来点白酒，焯好水捞出来清洗一下。烧油，油热，洗干净的牛腩倒进来炒。翻炒一会儿，倒入姜蒜、干辣椒、香叶、小米椒，生抽，再来点老抽，一点豆瓣酱，炒香就加入一大瓢山泉水进来。调味，加入一勺胡椒面，一大勺盐，大火烧开，装上好炖盘。差不多了，把西红柿和胡萝卜倒进来，再煮一会儿。要的了，来点葱花。出锅，这一大盘看着都下饭。还配了点黄瓜和泡椒。胡萝卜跟牛腩煮在一起非常香。这劲非常有嚼劲。